系，大家好，我系 Wing Crow，欢迎嚟玩卡塔琳娜。咁本来直播紧嘅，叫 Viewer 失灵，当录片算喊出嚟。系啦，咁啊，头先同阿乐打一场 rank 啦，咁之后片随后上。系咁啊，卡塔琳娜咧，咁就系、是、对面中路边个啊？喊出嚟已经冇，唔记得咗提交咁耐，点解 Syrah 咪 Gargas 都回普攻，但好似咪出啲，咪出只鞋好似稳阵啲。你咯，卡食表示红开始，系我哋继续。不过呢个实放咪就同 flaps 咪就争少少，实放咪好似声音杂少少比较，咁啊风扇啊叽咕嘅声，因为我电脑风扇大声，一系呢个外星人电脑嘅17寸咁样，唔系14寸，13定12定11。應該13啊，定14，唔知。總之係我星人有風扇極大聲。咁咪玩卡塔琳娜啦，卡塔琳娜點樣玩呢？冇嘅，Q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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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W E W E W Q 技 Q 技 E W E W 大技，哦，殺唔死人，壓對面翻去完，係好容易嘅卡塔琳娜。新手向教學變咗，因為呢個係 normal game 啊，大家如果唔知嘅話。冇講明，就我攞冇 game。如果講打 rank，我會講呢個係 rank 嚟噶，即係好隆重歧視。因為 rank 佢同意，其實好似攞冇差唔多，所以大家睇唔出嗰啲技術方面。咁啊，嚟我中路卡，因為上路係 Riven 啦，係嘛，Jungle Kha'Zix 啦，同埋下路 Annie 搭 Jhin 十分好嘅組合，其實都。好咁啊，打呢个红包俾卡石开开局先。咁中路可以选一只兵，咁啊选一只兵经验咁啊，应该冇选兵刺。不过佢一日都唔预咗翻全部兵噶啦，就掟刀算。因为对格拉卡石，因为肚皮一撞已经喊出嚟。同埋如果大视野大嘅，所以格拉卡石都好坑到卡琳娜。就係咁啦，輸就掟佢啦，有機會就。因為佢都係近戰保兵咧，所以有機會打個兵都得。咦，食唔到嗰只，喊出嚟有刀仔食唔到，竟然。因為頭先睇錯咗，被打了。咁啊，第二招隨個人喜好啦。咁啊，如果大家識嘅，好似學 W 都得。所以，因為佢近戰，可以去掃一掃佢。攞個兵啦，攞個兵啦，即係呢個 W 技 cooldown 極短咧，攞嚟掃兵咪葉套已經冇問題。咦，保唔到嗰只？呢、這個真係出乎意料之內。咦，喂喂喂，係咁近，鬆勾咗呢、這個大家識話。食個血瓶先，喂！只、哎、炮車保唔到，唔得喎，咁之就係，哇唔得，補兵好差，食多個血藥先，俾人壓住，咪掃掃佢先，肚皮撞唔到我就當我贏。腳掟嚟清我兵咁咪藍都好得七七八八咁咪靠驚啦。對面張怪好似 Warwick 係嘛？係咪喎？衣服連橫掂都見唔到，肚皮撞咁似撞我蝕，跟住隨時點燃我應該可以。爆咗只兵。保后边嗰只系得，食埋佢血药佢，血药唔食摆喺度都冇用，虽然俾人耗咗。同埋 W 技大大增加佢嘅攻距，如果普攻距 W，咦，保唔到嗰只添。保兵啊，后边嗰只，咦，呢只炮车都得，
呢只唔得应该，诶得得得得，马卡食食紧钟啦。 引到佢埋嚟喎，竟然！我表示点燃卡食会二唔理路，TY闪电点燃用晒，佢好似应该闪咗，好似唔理路回升，吸血啊波技枪整唔到啦，整个魔啊波穿鞋都得，衣服连出现了，唔血药唔少得，头先对线已经感受到血药嘅重要性。 咁啊，上到卡塔啊，上到Riven啊，俾呢個啊卡食黑住，有時 skill 出英雄名啊，睇翻自己片發現。咁就其實 Riven 好似如果打得好嘅，打曬所有人，但係就即係 War Riven 始終回血能力強，但係你一波完之後你都你自己殘血就唔得啦，係咪先？即係 War Riven 回翻，呢只保唔到，保唔到啊，喊出嚟！ 呢嘢誒唔得，有大啦，不過加時有兩個 CC， 所以就係唔該曬衣服連俾我跳，及早現身，速速現身衣服連，留翻個跳好似好玩啲。不過我覺得衣服連應該會 cam， 我覺得唔確定啊，好完美嘅松啊呢個，松唔得，掃一掃加時一個肚皮撞中我又俾佢。 我俾我清一開大啱先，已經遲咗啦。你擺埋啱冇留翻隻眼跳好過，掟個刀先咯，掟個刀先咯。哎唔係，我掟中曬四隻。哎呀，保唔到嗰隻添，太可悲啦。好彩我唔使用藍啫，不過用藍就唔係卡塔琳娜啦，係咪先？用藍用唔到咁樣頭先嘅招，即係一路用飛刀補兵係唔得嘅已經。呵呵，一直打，跳唔到去啦，咁啊太遠啦。咁話説佢可以大技我添啊，甚至頭先都唔應該行咁近 ，respect 他，是麼？尊重他吧，即係尊重對面嘅技術，即係覺得對面啊，對面識 all in。掟我白鞋子。 就咁話啦，頭先個血藥食咗，唔知唔記 panic 食咗。咁啊，中國俾人隊一次先喎，咁啊隊人一次，唔係我係頭先卡食幫我隊一次，佢幫我隊一次啫。正打翻和先，咁啊整個多蘭盾啊，整個血啦，繼續。咁啊都因為對面都會破攻，一格格，所以頭先打嗰下減8算係咁，因為有 health regen 咁就好過買個頸鏈，係咪先？多蘭吞有用個頸鏈，有用個頸。血量殘限都有用㗎，血量殘限。用卡食幫我補一補，唔係收個税先咯。卡食表示，誒唔得喎，呢只唔得喎。推個兵先，有機會翻埋四鬼仲得，即係為即係。 即係卡塔琳娜近戰farm嘅劣勢就係靠呢個四鬼補補，翻個四鬼先。Twitch 殺咗精先 ，Run Why？Annie 表示 Why？所以咧玩 Annie 咧就好需要用資源用語音配合，成日 flash 大技就贏咗，已經贏咗對面。合作問題。 唔係搞搞個四鬼，拍個血藥。即係咁，個對面可能都食四鬼。頭先個就真係撞牆定點定係發生咩事？我拋車，啱出嚟，放一半大船。哇！呢個大技好勁，依附連從後篤一篤我都死。補個兵啫。
呢個都唔得，哇！扣好多血，好彩有放魔礦符。咁啊，架 glass 繼續喺度啦，咁啊 ，Cass 繼續準備 gank 啦。 推个兵线咧，伊芙莲就跳兵走，系伊芙莲你一嚟就跳兵走，就咁话啦。走劣败，伊芙莲的确系嚟咗噶，可唔可以直接放大转啊转？ 咁因為大家如果識掟 Q 的話，可能掟死我嘅，淹沒咗我。咁啊，佢行前啲鬆我啦，因為有一個肚皮，一個閃現肚皮撞就可以點燃我啦。咦，掟飛唔到刀啊！因為我 Q 幾都要 cooldown， 所以用呢個優勢壓，用 AOE 清兵嘅優勢壓我。咁啊 ，War Wizard Riven 啊，終於咁啊 ，Riven 因為都係一俾人截咗連技咁樣就難搞啲，因為大技。 啊！我一直都吸到血，如果用 Q 技的話，打低你個肚皮先。咁低個半血就唔 trade 有一铺好铺，有一清兵好清，即系有得伤得几多敌，都保唔到船，因为就对面推到塔成波兵冲埋嚟，佢一个大技仲死，一个叮当嗰塔先嗰仲死，会俾历史洪流淹没咗。咁就伊芙莲去杀咗精先，甚至。 杀埋 Annie， 竟然系咁，一两个逃走技都系缺乏嘅，即系除咗 Annie 可以运之外啦，咁多 Annie 用运就难搞啲咯。咁啊 ，Gragas 好似出现过喺嗰个位置。 诶，中唔中架？中架加数。哎呀，掟到，但系佢大技走咗乱。我想翻出去吸血枪，但系架加一日赖喺线上，我一日都走，好难走到，即系呕到死为止。呢个恶性循环，每一波 try 嗰啲少一波血。 我伊芙莲过嚟惊，如果唔见咗，大家食话跳跳走先，住唔到住唔死嗰只添。哇！呢个陷入险境添，哎唔系，好似系，哎卡食嚟唔到，大家移动性太高啊，有伊技肚皮撞喺后边，完全冇事。 自身事又卡成要 show up 添，我已经见到卡成，湿不啲。有冇喺度平稳保兵？等伊芙莲惊死我，消极态度，要消极态度面对死亡。喺度打，保兵好痛苦啊！ 好呢时候 ，Warby 终于爆上到塔，即系可能会惊冲落，我就麻烦啦，完全大忌不能。诶，挑到嗰只尾，但系就保唔到，保到一只啫，一直蚀紧兵，如果大家越拖越耐，我仲死。诶，蚀唔到。
俾肚皮撞鬼咗，撞鬼死咗。Riven fail 跳墙，喊出嚟啊！咁啊，整个吸血剑，有咩可以整？其实可以整大法杖嘅，但系吸血剑比较稳阵啲。一个撞咗阿 Riven 埋塔噶嘛，唔够血嘅 Riven 有乜嘢？用埋大技 miss 埋大技 ，yeah！依乎連驚下到卡石就死，咁啊精使有一個火箭位，有火箭喎的確，不過都難啲，一見唔到嘅嘢，橫掂都隱形，咁啊先放放眼先啦。咁啊 Syra 係個大技唔到我咯，咁啊不過大技接到我，個其他技接唔到。依乎連啦。走到拜，卡廷人最緊要見到人即刻放曬所有技能，還掂都接走唔到，除非係跳眼啦，咁跳眼嘥咗隻眼啦，係咪先？碌死一個抵啲，就係咁啦。以下就係玩，以上就係玩呢個卡塔琳娜點樣不失霸氣嘅辦法，如何輸緊不失霸氣。咁啊，我哋個隊可能會打龍啊，打龍就卡食單體對龍就十分之好。咁啊，中路方面有 Twitch 啊、Syra 啊，全部人推。不過因為下路塔一開始就冧冧地、矮矮地，所以就俾人推推。咁啊，大技已經 cooldown 好啦，有一個火箭轟落去，冰魔有清冰魔，跳唔到添。Double kill 令卡食。你彈唔到第二隻兵，算係咁啊！啊 ，Twiffen 隨便攞啲，咪啊呢個係格拉斯塔底可能掟到大技，應該有啩好似，係咯。不過佢費事俾人圍啦，如果即刻掟我的話，咁啊當然 Warbeat 咁嘅下場啦，當然會係呢、這個靚大啦。咁啊臨死都跳一跳佢，但係跳唔到好似，卡食應該殺到嘅。不過使唔使死應該會俾塔一下打死，係完。咁啊 ，Riven 連做最後嘅贏家，表示自知，唔怕我哋整個血絲無啦啦。咁啊，大家首先靚大，都知佢流大，見到佢一直都唔放，其實頭先好多機會可以放，不過佢等到最多人先放，就佢醒目。Twitch 開始追翻呢個係啊 ，Jinx 啊 ，Annie 啊嗰啲。咁啊 ，Twitch 而家潛行係冇加移速，淨係加攻速，應該就係、是、即係現形加攻速。咁啊，不過對面就停，即係好難截停我個大技啊！沙比都等兩秒先啊！咁啊，沙比喺龍附近走咗，咁我喺龍附近靠近，睇下先。佢話：加上冇翻藍 buff， 你咪冇藍 buff， 沙比落咗喺下路。跟唔跟到落去啊？嗱 ，take a lease，yo， 大家中啦。Syra 繼續喺下路，竟然係咁 ，Twitch 都係咁就唔得啦，咁啊驚中路，即係佢驚我係中路啊，唔使驚。咁就呢盤連 farm 緊啊，大鬼。轉咗卡食收尾刀，算係咁。咁啊，翻下落 cover 咁啊，上到 Warwick 就蝦緊呢個 Riven， 嚟緊啦，嚟緊啦，但係冇大技，已經死咗。喊出嚟咁啊，推推中先啦，大家應該都喺中。唔係，佢應該睇中，但係如果唔喺中的話，應該去緊下路。如果咁樣呢、這個情況，最尾一刻轟下就喊出嚟啦。咁啊，大剩翻十秒，快啲去下路執個殺，算係咁。咁啊，依附連就一直喺度咯。咪卡丁人升技方面都係亂升，唔係其實你諗緊你而家需要咩就，即係你想跳嘅就升跳。嘻，啱啱滅咗光光，西華啱啱喺嗰度跳 first 走咗，笑出嚟，減低少少傷害先。Warwick 中啦，咁咪用咗大咯，不過就塔就推唔到入。
咁一就推咗下路塔佢，一就搞掂咗 Gragas 佢。喂，伊芙莲。話俾人大咗。點然啊？係精殺結果。做咩向嗰邊射精射發什麼事呢？我 Warby 去追，卡石去追 Warby。啊！整個魔礦先，加加草傷。整個魔礦先，加加草傷。咁啊，伊芙蓮啊，殺翻呢個 Annie， 精會唔會風箏到伊芙蓮走？應該就唔會，因為 Twitch 喺後邊有一個閃角場。Riven 啊，卡石手去追，不過伊芙蓮就應該追唔到隱形咗的話，插乜嘢眼啊？死噶啦你！跳啊 ，Riven 被大技捉。咁啊，先誒冇燒喎，可能 Twitch 一下誒唔使 Twitch 伊芙蓮一下 Q 技斬爆咗。咁啊，對面 CC 好似用曬喎，類似可以掟大技。哎呀，掟唔死伊芙蓮添，最後都。哎呀，見到視野啦，冇得隱藏跳添。靚靚靚卡石。唔使我掟刀添啊！阿斯都唔使攞添啦。阿斯翻翻睇下掟唔掟死 Gragas， 睇下晕啦，晕啦好嘛？冇视野晕唔到，因为 Q 技如果晕唔到 ，W 技唔够远，太近塔唔得。咁啊，翻去深渊，深渊几多钱啊？深渊980，诶，系平咗，好似1080咁啫，即系第三季嘅时候。哇，几多世纪冇出啊？如果咁都唔知的话，系拍个血药先。整啲冰食食食食吸血先好嘛？咁犀利，吸个血啫，唔使追我。跳走了，仲同你打？我是那么好胜的魔。跳啊 ！Riven 会唔会大到呢？哇！直接俾 Twitch 後面埋伏咗，哎，竟然冇死到，奇蹟哦！哦，咁呢個就難啲。頭先係咪賣 bad 咧？但係 Twitch 明明係隱形咗。Toxic please 係跳翻出嚟，係正確。Sarah 被動爭啲殺鬼死我，好彩食個血藥先，定定驚。用雙蒲偷偷血吸吸血 ，cooldown 好長啊雙蒲，所以又升一升佢減少少 cooldown。Warby 從後驚，誒哇好低血魔。五低血哦，跳下傳送走。咁啊，可以整個大法杖先冇問題，應該因為到搞未滿嘅場合，法杖冇問題。崩大個 AP 先啊！即係死都要殺到你咯，即係明明係死噶啦，但係都要殺到你。維持2410啊 ，assist Catalina 唔係 support Catalina， 係好嘢。Annie 係147，仲勁過分數啊，唔係佢差唔多。support 嚟講佢勁啊 ，support 嚟講即係嗰個比數係 OK 正常。咁我但係我哋中路嚟講係極差，不過啲殺都俾卡石執，有時都係即係佢執唔執都好啦。即係我可能還都殺到，可能點燃啊 flash 所以殺到，但係佢又執咗佢算，冇咁嬲係咪先？好過殺唔到。咁啊 Q 實 Q 啊呢啲嘢好睇人嘅啫，我同我哋 KS 我 KS 我啦係咪先？唔怕噶噃，有錢分噶嘛。即係如果自己一個攞assist 60% 錢啊嘛，好過冇係咪先？即係多個人 share 錢，極有效率。咁即係可能掟大，即刻分開咗我哋，即刻殺一個都仲得。咁啊 ，Sarah 當然個大可以好靚啦。咁啊，不過兩個一齊掟就奇怪啲，如果真係。哇！走，跳一跳先。有 Warwick， 有 Warwick， 有 Warwick。
咪講緊一個大可能掟到 Warwick 就 isolate 到一個就殺到嘅機會。咪頭先啊，講緊一掟大即刻跳入去啦，唔使諗啦，剩翻一個 Warwick 咁啊 ，Warwick 很大很強，但係補血我，assist 都冇，伊芙琳你好。 卡石表示完，塔追塔追打唔到佢，所以平身得罪塔就唔得呢副连下。Don't worry, I got this 應該係咪？呢個 Eddie 係咪 ？Don't worry about the two of me. Annie 勁嘅，Annie係引到人頭先放到紅好似，冇詳細睇清楚。咁啊，掃掃冰先啊，跳個走。咁啊，翻去砌個死帽都仲得，因為可以用咗呢個本身買爆破法杖。 Deathfire 都 OK 嘅，但系就我用嘅太明顯咯，咁啊，橫掂都打斷啦，都唔係 single target 就差唔多。咁就，整咩裝好問題？買對眼咯，有一跳眼，有一跳眼英雄買隻眼永遠係好嘅。咁啊，Katarina嚟講就唔使買眼石，你不是 Lee Sin， 你不是 Jax，Jax 都唔會買就算係 Lee Sin 就比較團體啲，就比較食 team 啲，所以就。 可以買眼石。好，繼續對面 Twitch 啊 ，Syra 喺龍附近啊嘛，整個眼先。咁啊，上路塔仲未推，下路塔仲未啊，推咗，中路塔未推。同埋，放咗眼已經咁好啊！哇，好多格 glass， 唔係好多人，有一個格 glass。想偷紅 buff， 有咁易啊！ 走落拜，夾加一個大，即刻暈住咗，走錯方向添。哎，好彩塔，佢驚塔 ，nice。Twitch 你好，掟個刀先，因為隱形走，十分強大。頭先如果直接放大，因為佢可以即刻隱形走喎，因為行得好快都算係。喂，有人了，兩個唔得，恰佢人多恰人少先恰到。 伊芙琳下路，伊芙琳係喺正下路，咁睇下捉唔捉到卡石。阿 Warwick、Masira、跳咗先啦，好嘛？係跳完 reset 冇問題。總之殺到一個就 reset， 定跳第二個先，起碼住唔到都跳先。啊，有用嘅，有用嘅。咁啊 ，Twitch 啊！ 哎呀，點二萬歲！咁啊 ，Raven 對 Warwick 級別很強大哦，唔睇咯，整個法杖玩玩先。哎，最後點輸點二係嘛？唔係 Warwick 係咪大傳送？睇睇先，威係大點二，輸點二。咁啊 ，Raven 都係大點二，唔係大光盾。咁可能就冇光盾啱啱好，整個法穿杖，即係唔係法穿係減魔抗杖。咁 Annie 決定偷咗一潭。 咁啊，很成功，十分成功。頭先唔要應該係 Twitch 攞 double 啊 ，Warwick 攞 triple 啊嘛，對面 Ace 唔係喎，Warwick 攞 triple，Twitch 攞一個，唔理 Lu。咁啊，食個整個血藥先啦，橫掂都係淨係用血，嚟血都唔使用，淨用 cooldown， 咁啊唔使回藍啊買血咯，係咪先？正解。 嗰啲就啊，Gargas中路啊，咁啊，藍 buff 一直都係冇攞到，比卡石好過，有效率啲仲。雖然跳跳虎 nerf 咗，咁啊，扭隻眼跳眼算。誒，可以閃跳卡石，但係遲咗。 Oops。 MB， 哇 Annie 咁勇，不過只紅嗰啲救咗佢，救咗卡石，卡石才是 MVP， 一支火箭轟落去 ，Wavy 差唔多滿血冇效果，哇 fail 跳，俾人捉到，後期大魔王，因為 Wavy 都算後期大魔王，只係而家睇 Darius 玩嗰啲啊 ，Wavy 後期大魔王，我唔理啦，咁中路塔都俾人拆緊，咁啊 Wavy 俾人衝啊 ，Riven，Annie 做咩走？算。
可能有 Annie 就 OK 比較。Annie 如果是 F B R B， 咁 Annie 就 B R B 咗啦，咁就翻咗嚟啦，真係。咁啊，轉死翻 Wobby 算啦。算係咁啦，唔使俾佢殺埋。串錯字添 ，stand 係冇 pass tense 嘅，係 stood 嘅，喊出嚟。被鄙視鳥，未有大，未有大，等等，有大啦，有大啦。唉，你走我扫冰算。咁啊，都系行咗喺南北附近，攞咗个南北法环，算系咁啦。Lonely， I'm so lonely。咪就帮卡什翻翻个南北仲得。咁啊，可以翻个四鬼啊！其他嘢啊都得嘅，應該咩中路太遠冇嘢做啊，你未有咁多眼俾佢放，就係咁啦，情況就係咁啦。哇 ，Annie 有 Deathfire 超勁，我冇 Deathfire，Annie 有 Deathfire，Annie 嘅 AP 234勁，即係 support 對翻我做 AP 對 support 嚟講係我係咪弱咗反而？掟刀咯，誒爭啲。喂 ，Warwick 喊出嚟走，诶、欸，哎呀 ，reset 咗俾 Even 一下搞掂咗，对面表现500金落袋啊，咁啊 ，Even 俾人追死埋咯，咁啊几多换几多话说，三换三，但我攞 triple 系咪抵啲？好似唔系，算啦。咁就可以合金碑啦，當然就咁啊，可以發穿又好啦，發穿有用哦。整個冰像又得復活甲，又得金身都得，金身好似有用啲，因為對面都唔係喎，對面好多魔法傷害都係，咁啊真實傷害 Twitch 係 True Damage。Annie 表示 This leg is so bad， be right back， sorry， just recall first。算啦，咁啊，杀上去俾32比31，唔系31比32，我输一手 ，hit 17、12，好似 KS 好多，唔关我事噶，啲刀系要飞去嗰度，啲转 AOE 去嗰度，不过好似有跳 KS 系咪咧？好似冇，唔理咯。咁啊，搵啲 solo 人杀咗佢，应该都冇乜 ，Twitch 加 Sara 应该都杀唔到嘅，我就即系加多个人，加多个人头俾我，可能就即系加多个人俾我执执就好，比较好咯。咁好明顯有放眼啦呢度，狂咁大技先得。啊，未有人咯。咁中路見 Warwick 見呢副臉咯。對面有巴龍啊，對面冇巴龍住，暫時都係掟個招刀。咁啊，好似打唔到人。我收。哇，唔痛嘅，我会回翻添，仲要。退后咯。冇 Annie， 冇魂技，成队靠佢，靠你，等你搵食。咪格拉加 switch 中啦，好翻嚟啦，翻嚟啦，翻嚟啦！人都招，人都招猛腾出，不过 cooldown 都好似唔系好长啫。基本技嚟讲，啊都基本技嚟讲就长啦，但系总计嚟讲都唔系好长。Warwick 追紧 Riven， 唔追 Riven， Riven 冇低血就见冇事嘢算啦。哇！格拉加好大个格拉加 ，Warwick 喺巴龙附近嚟噶，转啊！系被逼精所杀啲兵。
睇有冇得 solo 唔系 double 呢个衣服哦翻兵决定算咯走啦走啦你翻兵，Warwick系Warwick有冇带？Warwick好似有，即刻放系咪？ 哎 reset 唔到，要用 flash 走到，用 flash 先走到。我点咗，我咪我唔系点咗衣服连到嘅咩？争少炸到，不过盾太大，同埋就本身个 percentage 都唔够，唔够扣，三换三又一次，壮观咯。不过杀手永远系后一，唔掂唔掂，有人买呢个小水瓶先神奇小血瓶咁啊，整个金身玩玩，唔系一大技嗰阵唔够打金身先。 咁希望队友杀到攞个 reset 都好，都跳一跳。因为跳个孤单通常就一定即系用 Q 跳嘅时候，通常要用咗两次呢、這个，即系 W 开跳 W 开咁啊 W 一次咁啊 跳 W， 通常你 reset 咗之后，即系冇 reset 都好，都跳 W 咁样。咁啊即系最少保证我哋大技，你就算大技一半 cut 咗，用金身 cut 咗，你再可以跳 W 都可以做咗足够嘅伤害咯。 即係唔足夠，但係都好過冇嘅傷害。最大化，limit 係呢個 limit 喺呢度㗎啦，已經。即係橫掂樣 hold 住個 hold 住放個大技，你係即刻死嘅。咁啊，遲兩秒死可能就有轉機，係咪先？嘛，放隻眼喺，哇 ，Annie 喊出嚟。Switch。 飛刀都死啊！唔使跳埋一轉。Sarah 狂俾人單足，因為 Sarah 本身低血嘅，好似 Sona 咁樣。但係佢唔係 Sona 低血，點解感覺到好似 Sarah 狂俾人捉？即係我玩 Sarah 嘅時候都覺得係低血嘅 Sona 感覺，可能因為冇補血技或者 sustain 低。有冇可唔可以有個機會偷呢？有嘅，不過 Annie 已經俾人圍緊。哇 Twitch！ 哎，住唔晒，我系攞包龙算系咁，诶，专杀咗 Twitch， 快啲走，快啲走，唉，走啊，40% 速系冇用嘅，我会照追，依附连极限速度 ，Raven， 做咩会入到嚟？做咩入咗嚟？咁啊，靠塔都打唔死，依附连好弹，哇，跳啲 force 反甲唔怪得，啊，反甲多数都系反甲呢个系，多依附连因为一定入到，因为有大嘅一定入到战场，通常就系用。 Landering Omen 嘅，咁啊反甲都系 OK 嘅選擇啦，當然就。咪 Warwick 繼續中路啦，咪 Warwick 後期打魔王繼續喺度，吸血能力極佳。 配合靈魂，唔係配合呢個振奮海入更佳，衝啊！冚家，轉佢好啦，還要 cooldown 都唔係好長啫嘛。咪卡城實現一隱形加加速噶嘛 ，Sarah 好走未？走了拜，咪 Gragas 推上，咪 Sarah 引開曬成隊，好嘢！ 雖然我都係被引開一份子，咁啊 Twitch 去緊上路 ，Twitch 去緊中路，伊芙蓮喺中路，伊芙喺中路就唔可以上 Twitch 啊，佢唔喺咧就有機會，係喺中唔得，跳唔跳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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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ch 喺埋後邊 ，Legendary 伊芙蓮，更加入到基地添，甚至我就一分鐘復活到，完全做唔到任何嘢，一係俾人 X 應該如果咁啲 塔 打法都係可以 execute。 但系做咩唔俾 execute 咧？飛彈 new Jack 表示 Jack damn you LOL， 其實可以直接衝嗰就塌死，用肚皮衝嘅話應該避到啊！我覺得2100先入到啊，太猛！咁頭先嘅情況我 I got caught can't escape， 係被捉了啊嘛，太可憐 KDA 極低，風險極高。
咁啊，繼續啦。咁啊，其實啊，頭先人就唔難玩，所以因為唔難玩，所以先係咁。即係要 skill cap 極高，但係就入門極容易，好似我咁玩就 OK。咁啊，卡式繼續啦，carry 下啦。咁啊，伊芙琳都坦坦地，有一個火箭轟落去，殺唔到 Sarah。Sarah 喺邊？有 Jinx 啊，Bobby 喺邊？完全唔知道。Bobby 大魔王就係滿血嘅。咁我只可以嘗試減半佢，不過如果一個大技找嚟，我就應該瓜得。不如 Rune King 太強大。可能要轉，可能要整整個 percentage 面具打滿裝喎，防裝都冇出喎，即係中亞都唔係好同，唔係好防裝。翻去整個中亞 timer，咁啊跟 blade 嘅 time，跟 timer 跟 blade 可能就係。一金即系 AD 加成都有用嘅，呢下就好 timer 冲下。咁 Annie 见到 Syrah 啦，咁啊两个都唔想打，两个都好低血，两个都容易死。啊，睇下边个好彩，咁两个都唔想搏，咁就算呢。啊，斩个狼先啦。只要卡式跳跳，好似行咗同一条路都系，就算跳唔跳都系。咁啊，佢哋对面好多人喺中路咯，嗱，北火应该冇噶啦，有啊，竟然。被卡式攞个蓝 buff 啦，咁啊，中路有堆兵，哇，呢个草丛好危险，头先我觉得不祥嘅预感，好彩就冇事。咁啊，Gaga Switch 冲紧下路，Riven 顶唔顶到？Riven 忍唔忍到？顶到一定，走到一定走到，忍唔忍到埋佢？因为我哋冇足够嘅 lane，所以出扫啊，扫眼啊，所以就比较危险少少。对面如果嗱，如果对面推中路先，我哋就输噶啦，应该。咁大家使到啦，推去緊中路咯，完全冇反眼，不過可以用個 trinket 轉做反眼都仲得，即都還都跳到，還都咁多 cooldown。轉佢推中路，Twitch 回緊城，唔回城，佢緊回唔回城，好迷茫，應該反方向走咗。不過當然就唔理佢啦，點都係。Twitch 系咪？系 Twitch 系，头先见到 Twitch，原来系咁，反方向走系啱。咁啊，正常嘅 Twitch 都系反方向走，即系唔正常先会，即系本来逃走嘅方向走，因为隐形咗。咁啊，当然佢中意点 fake 都得啦，佢隐形咗，同 fan 嘅原理一样。当然 fan 隐形人少好多，反应要快好多你自己。你确定想插 wall wit？边个拼 wall wit 咁犀利？俾塔打死，哇！Syrah 靚大，好彩 Riven 大咗，咁啊，卡埋卡食好大，好強大嘅攻擊，整個 timer 整咗啦，咁啊，跟 blade 係2200蚊，卡時一個跳一個 Q 極高半行血，爭少少，精神係咪大技定係唔知點樣殺咗？總之可以火箭追住都得，吱吱吱吱吱，其實吱吱嘅冇咁情緒高漲，只有跟 blade 先完到場好嘛。系咁先啱，系支持支持支持，系咁我 Wing Club 我哋 GG，同埋有機會我哋下次再見，咁啊 Twitch 實況起。